痛啊！现在是冠亚军争夺战，由我要去争夺咱们的五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咱们的五号呢，虽然来了一个大碰，是被咱们的五幺七号打跑了，兄弟们。两头应该是对碰。今天的冠军呢是咱们的五幺七号牛啊，来自雷山。最后一架冠军争夺战是非常精彩的，现在牛主正在给牛清洗，看一下牛王有没有受伤。